他来了，他来了，他接到稿子就来了。大家好，我是祥子，姜恒根。世界观 News 讯姜宏杰与福原爱婚变。一开始日媒直报，福原爱友人指控姜家对小爱不好，姜宏杰姐姐姜恒根则被控是妖怪大姑，不过他始终未做回应。七日晚间，姜恒根透过 IG 晒出自拍， IG 简介则被发现写着继续善良，永远勇敢，水落一定石出。被猜测可能是对一家人被卷入弟弟婚变事件的回应。弟弟姜宏杰于今年二月爆出婚姻危机，姜恒根因此被日媒指控会霸凌福原爱。不过姜恒根本人一直未对争议做出回应，倒是有人为姜恒根平反，表示他平时待人和气，人很好。其实姜恒根 IG 最后一次更新停留在去年12月31日，除了近期被拍到一家人到机场送福原爱妈妈返日外，神隐已一段时间，七日晚间突然晒出自拍，掀起热议。姜恒根 IG 自介写着继续善良，永远勇敢，水落一定石出。编辑张一佳 and 他走了，他走了，右下角点个赞，再走啊老板。